良言善道。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永善牧师。我多谢神给我有机会在一个新的节目《良言善道》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和我一些感受。我是玩食字的，我想良言善道是良善的良，就是好好的信息可以和人家分享。但是因为我姓梁，所以我就改了良言善道，希望我能够透过这个节目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领受。虽然短短的三分钟的灵修分享，但是很希望呢这些的分享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的说话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想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这句说话，但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要忘记一件事其实绝不容易的，除非很可能一些人他年纪大了，那我们以前就叫做呢老人，他那个脑就会退化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医学名词，就叫做呢认知障碍，那我们真的有些东西不记得的。事实上记忆是很特别，有些东西纵使你在某一个时段里面你没有刻意去想，但是很可能在另外一些的情况底下又会挑翻起你这些的过去。正如有些人说，好，我不嬲嗰个人，但后来某一些事又激嬲你的时候，哇，所谓新仇旧恨呢就涌上心头。所以要忘记呢是绝不容易的。但是保罗这个忘记是指什么呢？原来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亦都要忘记过去的失败。他曾经很风光，因为他入了罗马籍，在议会里面有那个职分，但是他亦都曾经杀过很多基督徒。如果他不忘记过去的成功，他为着那时面对的处境而难受，因为坐紧监，他都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因为他曾经杀了基督徒，但已经知道主赦免了他。所以今日我们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一次再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段经文的感受。